啊，各位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彰化这边，今天要介绍这个金边性价。哦，还有讲性价，大家应该不陌生。哦，啊，在介绍性价之前，一定要介绍一下南湖渡宫。哦，这跟性价有非常大的渊源。哦，我是第一次来啊，快官法主宫啊。现在看到这个花猪公，它这个姓驾，啊，花猪公跟姓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还有个民间传说啦，哦，这传说大家参考，啊，早期当年呐，咱姓驾是一位蛇精，在福建一带，残害人间呐，这三位花猪公，他平时也是修炼之人，听闻此事啊，我就想要去平定这只蛇精，三人在这边一起打斗，啊，是因为那个我们丁武公花猪为什么会黑脸？相传就是当时啊，在抓这只蛇精的时候，这只蛇精喷出了一道黑烟，将他的脸整个变黑，就像是中毒那样。啊，于是他们合力一起斗服了这个蛇精之后，在感谢神、感谢的吸干几头喝公酒来，三人从此得道升天。当然，那只被收服的蛇也顺便一起得道升天。哦，所以后来会有这只金边性价，就是咱这个金牛公发出当时所收服的这个蛇精。这个金边性价，然后说到性价呢，这也是一个蛮少见的一个组合。它既是一位神明，也是一种法器。在烟花的时阵，大家一定不陌生哦。不管咱讲是红头、乌头、黑哦，小法类哦，他们是咧青团，或者讲咧雕牙哦，一定都会看得到咱金边性价。白的青啊，独角钉下的带性价，就是雕下咱这个金边性价来啊。等一下我们会去看这个这位大哥，他是专门在做这个金边的。他说金边有分很多种，很多种编织的方式。那我们去看一下，在花坛 Go。来了，我们到了，这个彰化花坛呐，玩蛇达人，就是西的专门在做这个抓边。咱讲的性价，哦，法蛇又称法神，有个公井边呐，反正就是金边性价。啊，它位置这个地方哦，你得更加低调了吧，跟它完全没有任何扛棒，它就只有一个下克力，下力克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找这位师傅，专门的这个性价来塞。啊，这个我要一杯红茶加一点性价。好啊，师傅在里面啊！哎、欸，师傅，听说里面啊有很多宝物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欢迎入境。哎呀，好，这位就是我们的玩蛇达人大师。哎、欸，大师，恭喜你！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编这个性价？当初是应该是讲，阮在台南无这小法。我感觉讲，这发烧伫台南市内底是用足大诶物件，因为平常一支，那咱中部有放一个罐，有放一只尔，啊，不过台南市就无同哦，一斤料一斤罐有放几十只，嘛放两三只，有迄种个，对，两三只以上，因为做发烧甲出这个喉上，有可能就是无同款，喉上咱就是用较长一寡。啊！你发书的物件，哎、欸，伊就是会用较短。哎、欸，这我无发现呢，原来是无共。嘿，对。哦，一般阮咧看的是抓头较侪啦。哦。啊，因为咱拢知影金边性价伊的由来啊嘛，吼、哦，伊就是几只抓。啊，但是因为有看到一些龙头的、哦，那可能又是另一个故事。很多款式啊，我们在外面常常看到有抓的啦，眼镜蛇的啦，有角的啦，无角的啦、哦。啊，我们这边。好像都看得到。其实你来看，你讲龙头啦吼，龙头诶，哦，龙头伫遮，哦，哎，啊，这独角钉蛇这物件，独角钉蛇，哦，啊，因这就是较挖这个台南这个河义诶乌头诶迄边诶，乌头诶用，乌头花啦，较属于这种蛇诶，诶，对，较扁形诶啦吼，啊，过来咱这边遮吼，哦，鹿港诶，哦，鹿港诶，哦，鹿港因这小法吼，诶，伊这。就是什麼，嘿，没有，它就是纯粹的象征性的蛇啦，哦，纯粹蛇，啊，对，我刚才看到一只这种型高铁，高铁，这只，
哦，即阵啊，伊讲即阵性价，这嘛是人客，人客，嘿，这嘛是足久的性价，这足久的啊。啊，即只伊特色足奇怪哦。嘿，咱一般哦，你看伊的蓝，嘿，伊是钓两种蓝哦，有无？一条呢。好、哦，你有看无？伊只是只用那鳞片的，哈、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迄个网状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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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伊嘛拜托我足久的啊。嘿，啊，我嘛是甲讲好，我严格你啊，我排时间啦。所以你即卖订单漂亮。哎呀，我搁欠人还有三十外只吧。哎呀，所以我无多用。从慕名而来的对吧？不是，我白慢啦。哦，你白慢？你欠伊啊，欠伊啊，那是一定是两张多。没有，因为我讲一声，这要你帮看嘛的，这无要紧，这还搁在病的状态吼。哦，这还搁病到一半。你甲帮，伊这就是啥石头？你甲白，这，哇，这肉。现在这顶。对。啊，伊这是用这类病鸟。伊这是啥？这就是地下丝。地亚西，嘿，茶丝，对对，茶丝苎麻，青苎麻，青苎麻，所以伊这是什么款的植物？麻，就是麻。我们台湾，咱台湾哦有苎麻，嘿，黄麻，黄麻，苎麻，这就是苎麻。苎麻也就是哇，咱咧穿的衫的麻纱，麻纱的原料。哦，所以这韧性很强啊，很强大、哦這個，对，这比黄麻韧性还多三倍。很韧性。对，那所以伊这边会慢就是因为我变家己会较甜。伊做，所以你甲吹做安尼做扎实。做安尼做安尼，你甲懵吓。真正迄开冷冷啊，才变起来。对啊，你甲伊安尼甲扭无？伊是扭无胖的。扭袂开的。嘿，扭无胖的。我们今天师傅说不市场的啦，他说有什么样的编法都跟大家讲。我讲一听。谢。拄着老神仙有甲我讲。买你会使收圆的啦，啊，不过我唔捌看，我唔捌看过，我袂晓变，啊，不过性价伊就是捌来现景我看，讲叫我去倒两个所在找，就是找有啦，啊，我嘛是照伊甲我指示的，我就去找，结果去第一间，手工艺品店，他说，伊袂晓，去第二间，伊佫甲我讲，伊嘛袂晓啦，我讲。啊！这性价比搞到真笑，开始咧怀疑啊！我怀疑人生啊！吼啊！到尾老板娘说：“我摕一本册给你看，反正不一定是你要爱。”结果伊现我看，我讲：“真正是真呢。”哦，你讲那本册就是伊的编织的步骤的编法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是秘密的哦。对，所以我这样子我才可以从中学习到变的，你这变的哦，咱变的了，佮修正圆的。哦，从扁的到圆的安尼嘛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圆尾啊，圆尾刚好是咩特别作用啊？嘛没有，因为这个就是因六港迄当阵朋友怪价的第一条性价，因就是圆尾。所以因六港的某几间啊，特别想要恢复到以前的那个原尾。再来这一种是，这样、喔，这我套你看好啊，这就是咱台南话。哦，我注意我听下这等，全麻花，全麻花。对对对对，啊，還有一种全麻花是泡的，泡的。我等下搁条你。你那条看，这是扁的全麻花。嘿，这扁的，这刚好上面特色。伊较嫩。伊较嫩，比较软，对，伊的联动性就是安尼，又会酸，有无？较嫩，较袂讲较硬安尼，有无？有个真的呢，有那真正溜安尼咧酸。啊，这甲伊的大小身刚好差别，多少？多少都会有差别。啊，我摕迄个全辫子啊，你看。全辫子，啊，多少是讲麻花嘛？你食的全辫子。辫子啊。对，这只我从早期在迄当阵买啊。早期的物件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全辫子。一直泡泡哦，一直泡泡，好，一直泡泡。说真的，我看不懂，我真的，对，用国行人爱看哦。这你就看到有啊，看到有。伊这只就是用卷绳来去打辫子，有两种哦，对，两种编法，对对对，伊是用卷绳来去打辫子，这个编。地下丝的一般的，这一特性是顺着来搞，伊搞我指示讲要变啊咧，其实我嘛唔知啦。哦，就是伊性价比指定讲伊要这种花样诶。对啊，我做照片啊，编出来就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哦，嘛是一种特色。对，啊，这只，诶，也袂。地下丝落去绑辫子，伊不用卷舌，伊刚用地下丝绑辫子，啊，这个变一般的。这嘛是双拼，对。啊，这只顶届捌共加一届，就是耳仔，迄个人拍了了耳仔，倒断，伊倒断来，变起迄个拄好，就耳仔，
啊，当场就是裂开。啊，你拍这一阵吼，有新的人一定要上去。嘿，对，我有听到这个禁忌，我讲做大个禁忌、啊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拍落去，伊伤出去迄当阵，伊胎腹肚内底胎的时阵，有当时压无形，伊毋知影到底迄是有形无形，伊有可能甲伤着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，啊，不过医学上，我的感觉是，我若卖甲你讲，伊向我们拍落迄。你惊到，惊到，宫缩，宫缩会有当时影响着囡仔，所以有当时也是安尼闹。这是医学上的解释啊。对，啊是讲这个上蚂蚱，落港上蚂蚱，一定爱排这条，法师一定爱排这条，一定要有这条跟好条的。我问因落港的法师讲，上蚂蚱的时候无排这条，伊讲唔敢，你个无地穿，要来家己啦。哦，吓啦！大哥，我发现只有一支，这生了敢无啥讲。对支。那敢若捌伫底看过？这吼、哦，明星唔知道都是一种诶，你无感觉这就是原住民的雕刻吗？啊，对啦，你无感觉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迄落伊刚去部落看到因迄落雕刻品，因的图腾。嘿，啊，所以种我咧想是森林怪的当中，咱未晓雕刻，有可能拜托咱这个原住民朋友。把它雕刻的，所以一雕刻起来，它就比较会看起来就是比较因的迄个民族风格。对，所以这是包括你看这影片嘛，是我无意中收到的啦。如果是以台湾传统师傅雕法，都是会有这种鳞片的。这只就是咱台南古早的传统板啊。哦，台南较早是啥呢？传统。这就是因咧讲的鸡蛋头。哦，鸡蛋头。鸡卵头啦，啊，鸡卵头。有样。哦，对，伊就是安尼挥挥。哎，啊，伊这握把好握。这是啊，咱有个人咧拍就是伊啊，伊只。哎。啊，不过我个人咧拍是伊啊较后壁。你个头要。嘿，对，啊，你个较后壁，伊就是讲咱虎口，虎口甲刺咧，有无？刺这伊来，你刺看卖，虎口甲刺咧。哎。哦，刺的，对。来，你咧拍，伊就回杯啊。哇，怎么样？哎，所以就是虎口缩起来。你现在一个有一个弧度，就符合人体工学。你现在师傅要现场编织一下哦，让我们开开眼界哦，让这个性架编织的过程。参考啦吼。好、哦，大家参考啦。你刚迄个帮女儿编头发还跟我同款呢？无同。哦，你因为帮女儿编头发，因为伊就是三股呢。哦呀，三股呢？三股就是三条线啦。你这有几股？这一定是来到收尾，一定要来到七股啊。哦，收尾才七股啊，七条线子啊，七条，上段爱头前就拢头是九股啊，九条的，九条，嗯嗯，但我阁好奇一点，你的手哪会卡面啊？因为我看这样咧出来真正足粗的，啊，有当时会受伤啊，会去买去挂掉嘛吼，所以你手应该拢是剪，哎，就是讲安尼，你们是男生，我就不摸他的手，啊，这种是无，就种挂痕迹啊，真的，因为我的第一次甲别人的较无同，因为全台湾嘛唔是讲我咧病啊。嘿，啊！不过我的底下是就是用最原始，就是用上粗的啦。这只毛粗长，这只就是嘿，鹿港的师傅编。鹿港师傅编的。来，你讲这就是迄个较接近嘛？对，较接近做衫的迄个。对，来，你讲，伊就是软软。你这个卡多卡多者，这个当变弯的啦。哎对，好，啊！你讲，爱做油的。这样就较袂。较袂受伤哈，啊对，伊那较嫩啦，伊就做嫩个，因为伊细个迄落一定就是较幼稚啦嘛，啊嘛细个变做白啊，嘿对，这就是算讲较原始的迄个地下室的状态，对，你讲讲就知，所以有当时啊这野生呢，这无落细腻啊，就是挂掉啦，挂掉就挂掉，这个算职业伤害啊，对啦，伊这颜色甲这材质够差。古早就是用陶器甲砖瓦这两行，陶器这两行，因为咱做新娘嘛是用砖瓦，因为伊就是砖瓦味，伊较袂烫，较袂焦。哦，啊，陶器就是讲，咱这个陶条打鬼发牛鞭，就是这个较有这个。就是较早讲桃木剑用迄个桃木。现主持即马就是讲配合师傅，因为雕刻师愈来愈少，要雕性价的师傅愈来愈少，所以伊的师，这师傅伊若是比如讲乌，伊就乌心椒的，几只乌心椒。这几只就是咱台南市这个。名师哦，台南黄忠宪老师走，对，这只我个人收藏的，啊，这只骨头的，哦，骨头，桃木的，嘿，骨头，因为咱咧食，嘿，咱咧食，伊发出来的头啊是苦，所以拢爱过生过，这种的头啊若无生过，伊无多食，所以就是骨头。哦，所以个是骨头。对，桃木嘛。对。但那个这只这是模型还是？不是，这就是盘旋的，三菱工艺，郑达斯啊，伊、我把它收藏了。这一组，对，这就是伊上出名的，
上高体的这个性价做盘选的。我看一下。好，啊，这支嘛头啊，这支嘛裤头啊，嘿。哦，嘿，伊正有入，那要加汤入酒，你有意思，意木啦。有入一个。嘿，这入六。这入六，哦，入六啊！因为咱头啊甲六就是拢咧打鬼的这个神木了，对啊，对，所以伊只只就是头啊，啊入六，安尼。哦，所以两种很强的法器结合在一起。对。嗯，我看这有只手机的，这是。哎，这咱新尊的用的。哦，是哦，新尊的用的。对。伊这就是，比如讲，这手提有啊，这手提的，手提背剑啦，嘿，哇，是属性价。我晓得，你看。对。说实在，我们看了那么多，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来了，好不好？打下去就知道。好在。好。这鸡也让你来怕光来。好啊！你来怕光来。好。我们现场感受一下。我用这联动性来看。你东西你来看，你来看涂骹这有无？就做成真的啊！哇，你来看这，哇，哦，哇，伊这，如果轻轻甩一下，伊就是会酸啊。所以伊这是有细节是秘密地藏在倒位。应该是安尼讲好啊，就是讲这支头接头好啊。哦，接头的部分哦。伊接头就是爱规个圆状起来，嘿，一体成型来接这个。啊，一直变，规个挂收尾。咱人拍落去，咱伊就是直接出來，伊就是直接连接这个，有连接这片。哦，伊甩下去，伊规个联动迄个落去。别人个变咱唔知啦，伊就是有的人是干变用起哩，啊天安尼尔，还是有当时伊就是。皮卡下可能拉的嫩起，嫩起啦。哦，所以伊安尼伊这个一体成型，输落掉，规个拉做伙落安尼。对啊。哦，啊伊这安怎变入去？这未使讲。好，了解，商业机密啊。再我去问一下。哎，你讲。伊这若要劈个大声，伊个有啥物秘密吗？秘密哦，应该是讲这条塑胶尾溜啦，会踩。尾溜，尾溜甲伊啥有关系？有，咱一般去五金行啊，吼，买的材质无同。我听你讲。这不是公开了，这不是在白箱啊，那种。哎，不一样哦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你摸。这较嫩的。对。所以后边尾溜关系到伊大细声。对，啊，佮变了暗。变了暗无嘛，关系到伊大细声。你变了暗，佮材质用对了。简单拍。你要直接拍。直接拍。来。你听，你袂做大声啊。袂做大声哦。靠。怎样啊？嘿嘿，啊，哎，声音收音感觉怎样？应该是啦，无遐夸张啊，惊死，真大声啊！咱等下过来拍较侪只的，拍较侪只的。啊，你用来所在换一个所在，啊拍我这是想空间上的，在工作室尔。这个拍了，不是像灯也照一样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换一个大一点的空间，我们。好几只，每次再搭来看，看哪里不一样。啊，看等一下能不能体验一下。各位，我们到了，在黄大哥因的馆的昆龙堂野太柱哎。再跟太祖牙公禀报一下，说我们等一下是要测试一下性价哦，他魔术不干懂新兵，测试而已。阿星跟太祖牙并肩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我可能怕都尴尬到这鱼啊，去填七尖的那只，传说中的七尖的，啊是鱼别怕，你先怕，我先怕，好，我先怕了，好你先怕，好，要开始啊，好，好，哦。哎、欸，这室外呢？室外还这么大声呢？叫我先放炮来听。哦，好啊，好，哎，我带，今我的学生啊，佮来试拍一下电影吼。哎，我袂使拍伤多，我会变我手啦，
手啊，手啊，小狗腿啊，好，头一来拍了，好，来吧。来看这只有什么不同之处。哦，干，我看小金。哎，说真的，哎，我不敢哎，我耳朵还要哎，因为那没死鬼啦。这只全麻花呀，等下哦，等下哦，好好，哎。哦，哎，这个声音较高哦，较无遐尖。扁的全麻花，嘿，伊这拍起来像伊毋知安怎。你怪味啦！哈哈哈！你怪味，你怪味！哦，你我给你输掉哩。哦，好来。这输掉，你来看我的输掉啊！好来。哦，这哎，这也夹硬的啦！哈哈哈！哦。哈哈哈！哈，你敢要拍者？嗯，你甲我教，我看我有天分无？原则上，咱就是压起来，嘿，就会使拍。你拿高，你要拍拢袂高个，抓者，哦，好，要压起来安尼。顺了，来，你要拍看卖无？好，我来拍看卖。好，压呢？啊，我叫你拍，你就甲拍了。好，好，慢慢拉，来，慢慢拉，安尼，啊，就我安尼看。我也欢迎，好，来，你慢慢拉哦。好。来，我叫你拍，你就拍哦。来拉，慢慢拉，啪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有啊有啊，过来。来，慢慢拉，我叫你拍，你才底下蹲着啊。来来来来，阿伟哦。好。来哦，拉，打。哎，锤嘞！点来来拉，打。轻轻啊，球就会使啊。轻轻啊，球来，轻轻啊，球打。拉，慢慢拉，打。啊，你是安尼拍，你是安尼，你安尼，你懂意思吗？对。慢慢拉，好，打，好，拉，打。右下弯的，右下弯的，右下弯的，轻轻的拉，打。过来，打。好，有啊，小花，来，来。哎，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我搞啥？我耳朵旁边呢？好。这个很危险的，很危险。伊只耳朵旁边。真的啊，伊若你若无说，伊伊迄落伊来。伊迄落输掉。所以会搞到你样子。好，我耳朵还在啦，我们耳朵还在。艾德，艾德，来哦，大鸟，大鸟，来哦，我们回到这里。你要说你，你看大鸟阿伟，他们请出了老师的偶像编的东西，镇店之宝，大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哦，笑他们！笑到现在，对了，我们今天也没有到这边了，我们镇店之宝请出来了。这几天我靠，到现在，哦，喝一杯绿豆沙结尾，拜拜。